夜市就是很有人情味，很热闹，哦，这个是已经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很悠久的一个文化的特色，对，所以要怎样把这一幅画画的，然后表达台湾的夜市的特色，然后又能吸引外国人，哦，这个真的是一个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。是网络票选出来的几个特色小吃，所以这一次就是把这些十大夜市小吃融合在里面。哦，那外国人其实他看不懂中文字，可是看到画面就会联想到，哦，这个大概就是他们想要吃的一些东西。